我们先去这个数字的地方，这里就是脚趾山了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数字哎，不对，这原本就是脚，原本就是脚，没错啊。因为其实这原本是一个巨人的脚，所以巨人倒下了吗？是的。那这里面的神器是什么？其实我不太清楚，我是听回来的。或许一起调查一下吧。哦，只能前进火，好前。我怎么觉得好恶心啊？哦 ，OK， 我们往下吧。怎么这只脚长了很多手？好，再往下，怎么有脸？嗯，你就是勇者吗？啊，对，我就是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你看到我的不堪的样子。我原本不是现在这样的，我曾经是个健健康康的巨人，但有天有病毒出现在我的体内，让我的身体开始变异，结果变成现在这样，而且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一直不能安息。请问愿意进我的体内帮我铲除病菌吗？不要。等一下，所以我看一下哦。所以你一定要进上嘴巴、哦。好啦，进去了。感谢你，勇者。哦，进来了。巨人的体内原来还有空气啊！我们是不是要帮他消灭变菌是吧？好像是的，不过在哪里呢？啊，出现了，就在这里。这个变菌这么大一只啊，感觉不好对付的样子。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准备战斗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哼，区区一个病菌，我会怕你？嘿，之前学到的技能，睡觉技能。好，趁现在砍他，认真挥剑。我插你，真菌变得脆弱。魔法射手，这个有附加效果吗？没有，嗯，看起来没有。重度脚气，什么意思？是打他的人都会这样吗？那我要射他。哎，很好，还在睡。哎，继续睡啊！我一直扣血。你好，继续射他，看他攻击会攻击的方式是什么？看一下，是赌唾液的意思吗？哎，好像还好哎，不抢啊。认真挥剑，重度脚气，重度脚气到底是什么？进，好弱哦！啊，要吐唾液了。谁打我不痛啊？他到底死了没啊？血太厚了吧？射你！我赌他哦，是不是该赌一下的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钱有多少？2000枚，还行。感谢，人们感谢你嘛！我现在感觉身体十分舒服，我终于。
我终于可以安息了。再见了，勇者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的。对了，我们刚打败敌人后获得这个生长细胞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神器吧。好吧，巨人已经安息了。生长细胞。好吧，是我们解决了哦。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，这是脚。OK， 好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好，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键打开，像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下一个，这个什么？这里。啊，战斗！我想逃跑欸。逃跑逃跑！暴雪陀螺，逃跑！不要浪费时间。我刚以为要走这个路口，结果走下面。这是什么建筑啊？感觉有点像一个盗种的城堡。没错，这就是颠倒城。为什么要倒转过来？因为里面住的都是蝙蝠。他们在修筑这座城堡的时候就已经是颠倒了。那么这门是顶部吗？我们要怎么进去？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人进入过颠倒城。这太神秘了。观察城堡四周，的确没可以进入的地方啊。感觉只能把墙壁破坏才能进去了。但是有什么可以破坏这么坚固的墙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有啊。啊，刀断了。这就是所谓的神器吗？没关系的，反正墙壁已经切开了。好吧。好烂哦，还说可以划破时空的刀，结果。是谁？是谁进来了？不好，这么快被发现了！你们什么人？图案在这里，没办法了，决一胜负吧。哦，莫名其妙在打架了。嘿，哎，他好像很弱哦，欺负你。哦，赢了，这么烂！哦，钱好多哈、哦！啊，你们太强了，小弟我刚败下风。你难道是传说中的勇者？没错，我就是勇者。怎么了？其实我们这里遇到大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我们的女王一直沉睡，因为闹钟坏了，怎么也叫不醒她。所以呢，没有女王在的日子，其他蝙蝠都飞走了。现在就只剩。像我一个留在这里看守，求求你想想办法让我们女王醒过来啊！唤醒她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可以送你们我颠倒城的神器，神器真的会给我吗？只要你唤醒女王，肯定可以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是这个闹钟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要怎样？好，我们先回物理村吗？好，那我们先快走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边拿一个道具。他说给他什么？他说：“
打坐的那个人给他200块金币。哦，我怎么给他钱啊？那我怎么给他钱？对啊，我怎么给他钱？我怎么给他钱？左边第二个攻略是这样写啊。拖一道物品给人家使用，可以给人家钱吗？怎么给啊？可以换吗？不行，钱拿不起来啊。那怎么给啊？我找下攻略好了。嗯，奇怪，那要怎么修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修它。道具书可以干嘛？所以要怎么把钟弄醒啊？哦，还有右边是不是？啊，靠腰，我一直没走到这边。啊，我忘了你们不会飞。我试试。你们怎么那么胖啊？研究化学人创造一个大力丸的药物，吃了之后身体异常健硕，中间那条街就变得像在物理村了。难道你想吃？也不是。渴望的力量很久了。好好，我们赶快过去回物理村吧。好，这边就可以了。那个，我们要找大力丸的哦。你们想强健身体吗？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们怎么弄大力丸，除非给我200块美金，200块金币，我就告诉你在哪。你下去就可以拿到大力丸了。不理我了。哇哦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进来的？后面那个大叔放我们进来的，说这里可以找到大力丸。那个老头子要赚别人的钱呢、啊。我叫化学佬，是这个村子里唯一一个专研化学的人。如果你们需要大力丸的话，找对地方了。你好，那个买一颗大力丸多少钱？不要钱，不要钱，这药很容易研发，我之前配置了好多，送你一个吧。哇，实在太谢谢你了，你是这个村里最慷慨大方的人，没有之一了。难道是魔女和勇者？是的，我在这里宅了好久，有没有带我带上我出去走走吗？好，可以。什么叫做强大？哇，这个人戴眼镜的人都很强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理我了。好，走吧。可是我们先要升级那个化学佬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先买一些升级的药，不是升级的那个道具。炸弹的哦，全体攻击哦。
我感觉还是很弱啊。哦，毕竟人家才一等嘛，情有可原。然后帮他升等，他这样太弱了，看不下去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大便。嘿，暴选陀螺。我们就要爆炸了，有够饿了。好，两集，然后还有三集，就这样。那这样应该稍微强一点点吧。四，拒绝毒品，敌方一等生命值慢慢减少，我方全体生命慢慢恢复。OK， 好，一下没钱了，我们直接去颠倒城吧。然后直接找那个蝙蝠小弟。会不会给他大力丸之后就来打我们了啊？真当，给你大力丸，我吃了。我的身体啊！哇，真的变强壮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力量源源不绝啊。那么你现在可以带我们上去了吗？轻而易举。请问要去哪一层？哪一层？飞到顶层 ，OK， 顶层，静，安全降落，我到里面的房间待着，你们自己探索吧。被锁上了，我在发呆，不了吧，太阳光太猛烈了，我完全不想靠近。我在发呆。你够刀拿得到吗 ？Get， 那要吸尘器干嘛？你去拆了好几次吸尘器。哦，里面有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电池吗？这种东西没有，没有电池啊。那这个东西要干嘛？OK， 然后跑到中层。哦，中层，中层，打开。右边的什么按钮是不是冲洗干净或者钥匙？你们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水会流在地上，不能开。谁叫我们把分水池装到天花上？分水池在天花上不是常事吗？你看地面都积水了，不要乱开这个开关啊。神奇！哇！黄金手电筒，你竟然把我这个限量手电筒给摔烂了！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一开抽屉摔下来了。
我不管，你马上给我修好它，不然以后我们别都想别想进来。什么鸟啊？我看一下，灯城的门号有那些回到物理村修好，好了。可惜摔坏了，好，我们快转。